哎呦妈呀，露得好，露得妙，露得呱呱叫！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妈！这，你往地下泼水，这地板不都沤烂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地板不沤烂了，谁赔咱钱呢？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哎呀，你看看啊，你看这壁纸，这都泡烂了，这得换呢。嚯！这地毯，这地板，哎呦呵，这全完了，这都得换呢。哎呦，这沙发哟，这沙发明天就得长毛啊。哎呀，这得换呢，换真皮的啊。哎呀，我算了算，怎么也得20万呢。不是，你要重新装修啊？哎呦，爸呀，咱这房子首付，哎，这房子首付谁付的？哎呀，装修完了我就后悔了，档次太低，我早就憋着劲要重新装修呢。你要给装修？对呀，我出钱，你放心。你把欠我那7块钱先给我。你我要什么钱呢？我不用咱家出钱。那谁说？谁把咱家泡了？谁漏水了？谁赔钱呢？楼上小黄他们家呗。谁？小黄。哎呦，小黄他们家那可太好了，小黄他有钱呢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要再泡一会儿可不止20万。嗯。哎，怎么不漏了？不是，我刚才给你大姐夫打电话了，可能他上去给修好了。哎呦，你给他打什么电话呀？他就是个傻子。哎呀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哎，我说谁傻子呀？你就是个傻子，我问你干嘛去了？不是，楼上家小黄漏水，我去把水闸给他关了。啊，小黄回来了？没回来呀。没回来，没回来，你怎么进的他家呀？没办法，我把他门给他撬开了。你把人家门撬开了？啊！哎呦，你可坏了我的大事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把水都漏到咱家来了。啊！我打算要装修一下，这最少得20万，这可倒好，还没泡透呢。哎，他不是还没回来吗？没回来呢。赶紧，你去他家把阀门再打开，咱再泡会儿。啊！你缺德不缺德呀你？我缺德，赵刚子。我不是吓唬你啊，你撬人家门，你那是非法入宅；你撬人家门，你就是窥探人家隐私；你撬人家门，你让我损失了10万块钱。哎，等等，怎么你还损失10万块钱呢？他漏水，他全责，本来是20万，现在还没泡透呢。钱顺风，你损不损？我损。小黄是什么人呢？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等着吧，等着他回来，你撬人家门，吃不了兜着走。我会。赵刚子，兜着去。撬的我们家门吗？啊！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啊！我脑子没进水，你家进水了。你进我们家门，你告诉我了吗？你叫私闯民宅，你叫窥探别人隐私啊！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一个单身女子，你没经过我的允许，你就进了我的闺房了，我以后还怎么当女神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得赔我，你赔我精神损失费、物质损失费、名誉损失。我跟你说，小黄，你放心，你这辈子当不了女神。我跟你说，你家这个水我必须得关了。你没看多大的水呀、啊？家里边家具全泡了，你那是红木的，得多少钱呢？要你管！你看俺家也漏了，回头让你赔。我赔？我呸！赵刚子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物业呀、啊。物业？物业，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今天暖气失水呀、啊？怎么没通知啊？我们物业提前3天就在大门口就已经公告了。你意思我这么忙我还去看你的公告啊？我出门就下地库，进车我就出大门，你意思我嘎一脚油还看一看哟？今天公告上写什么？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呀，你说你这个人呐，我就知道你可能没看，我还专门给你个人发了个微信，你看看。我回了吗？没回。没回就代表我没收到啊，没收到你就要继续发呀。那我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你要一直发呀，发到我回为止啊！我回了你才能试水呀。那你为什么不回呢？我前天手机就丢了。那我发一辈子你也收不到啊！别跟我嚷嚷啊，大刚子，我是业主，我一年交给你们那么多物业费，你不玩命给我干啊？不是你的意思，我们干物业的还得豁出去来。那当然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赵刚子，你碰见我这样的业主，你算是命大了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能活到现在就算长寿了。你才明白啊？啊？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情你们物业是有责任的呢？
那要这么说也是有道理，对吧？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。这你等会儿吧，你有责任，你有什么责任呢？你通什么大头啊你？我告诉你，物业有你，物业都得关门。这待着看我的。哎呦，小黄妹妹表演的很漂亮啊！谢谢。哎呀，就你一个人是业主啊？我不是业主啊，就你一个人交物业费了？我没交物业费啊！街坊邻居们，你们交没交物业费啊？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今天暖气是水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不知道啊？怎么的？你不是人呐？哎，赵刚子人家办了一件好事啊，你还在这冤枉人家？赵刚子是不是办了件好事？怎么的？小土豆，哎，你戳不着我。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我也戳不着你。往下一边去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什么关系？我今天是来感谢赵刚子的啊！你干什么呀你呀 啊！我一进门我感谢你，你跟我吵吵什么玩意儿啊？你吵吵，你把我头都吵懵了。不是我没吵吵啊！你看看又跟我吵吵了吧？我没吵吵，我就说了句话。你就不能说话？那我不说话？哎，这个态度才对吗？这姑娘你太讲理了。你看看，还是范叔理解我，是不是？范叔，你坐。啊，今天我就是来看一看。哎呀，漏挺严重哈。嗯。那个怎么算？你们算算吧。啊。这挺通情达理的呀。你看赵刚子，你看我早就说过，人家小黄妹妹，人家是个讲道理的人。那当然。你什么时候说过？你闭嘴。小黄妹妹，看来你是承认这个责任是你的。是的。对吧？那咱就算算这个账。可以。哎呀，你看这壁纸都泡烂了。小黄，这壁纸早就烂了。闭嘴。换。你看这地板都翘了。这地板早。闭嘴。换。你看这沙发明天就得长毛。对了，你吃不吃蘑菇啊？明天我给你摘一筐啊。你闭嘴。我没说话。都得换吧。行。哎呀，你多讲理哦，小黄妹妹，我以前是干装修的，这你知道是吧？知道。哎，那行，那个我粗略的算了算，最少得20万呢。20万啊？不多。哎，我家谁装的来着？你家是我给你装的呀？哦，不。哎，那我家这个装修档次和你家这个，你家那个档次高啊？哦，哎，我家当时装修多少钱来着？15万呢？那你要我20万？不是，谁说20万了？我说的是10万。交5万。好的。行，范叔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小华，哎，我还得说你，你说你装修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不让你私自改装这个暖气片。你看，你这回漏水啊，就是暖气片子出了问题了。什么问题？你那暖气片子自己改装的，质量有问题，水压一上来就崩了。你确定？我都已经核实了。哎，干啥去啊？钱顺风。哎，我家装修是你装的吧？嗯。暖气片也是你买的吧？当然是啊。是你保证肯定不会出问题的吧？合同还在我这儿呢。怎么着啊？怎么算呢？大刚子，你那个腿怎么这么欠呢？他走你就让他走呗，你提什么暖气片呢你啊？钱顺风，完了，我跟你说话你总是不听，我跟你说过没有？那眼睛别老盯在钱上，是你干那个工程讲究点质量，是你要这么不听话，你以后别在我跟前待着，你出去别说我是你岳父啊。再说你这什么女婿啊？就是啊。你别这被他蒙了。顺风啊，我也得说你两句，是不是？你给人家装修你得保证质量啊，你这个进货渠道有问题。哎，你等会儿。进货渠道？对呀，你进货渠道有问题啊。哎，爸，我想起一个事儿来。什么事儿？我进那批暖气片的时候，好像是你给我介绍的啊。等会儿，哎呀，我亏了留了一手。哎，你看看，你看是不是他名片？
这是，那我解释一下，这是我一个老同事，他说他是做这个水暖器材，我就给他们介绍一下，我交友不慎。你们家都什么人呐？还能靠点谱吗？啊，交个朋友都不靠谱！我的妈呀！爸，你说你交的这是什么朋友？你看这名也不咋地呀、啊，皇太后。他的名字叫皇太后，他这暖气片可太薄了啊！皇太后，你们那个上面是不是写的太后水暖？对呀、啊，太后水暖。你们在他家买的暖气片？是啊，在他们家买还用得着你们吗？不是怎么的？你认识他呀？我二叔啊。哦，你二叔啊。哎呀，那这个账得重新算算了。哎，来，小黄梅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那你二叔也不是外人呢，那你们家亲戚啊。哎呀，那看来这个责任在你二叔啊。哎呀，钱顺风啊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啊，装修是你装的，包工包料，质量你得把关，责任在你呀。是，质量我把关，这但是这暖气片是我爸介绍的。爸，您这不是我介绍的，我介绍你爸介绍的，不他二叔做的吗？那不管是不是我二叔，责任是不是在你？那责任在我爸呀。怎么能在你爸？他二叔做的。责任在你。我说句话啊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我有责任。啊？我给他发了短信了，他没回，这说明啥呢？说明他可能没收到。我要是昨天晚上通知他一下，兴许今儿就没这事儿了。所以我有责任。那你要这么说，那责任在我。我给他介绍个客户，为什么不事先看看那个产品质量呢？责任在我啊，没你们事。别！你们这么一说，说的我还怪不好意思的。你说当时装修的时候吧，刚子哥就一直告诉我别让我加暖气片，我非不听他的。你说这责任在我，在我。呦，这怎么还争上了？责任在我，跟我争什么呀？责任在我，我负责。我跟你们说呀，其实啊，我们生活中啊，有些事儿本来不大，是不是？本来是个小事儿，彼此之间呢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，你推我推，结果这个事儿就吵起来了，弄大了。是，其实啊，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，人得有点担当精神。对，你看我们家今儿这么一谈，多好啊！是，哎，咱商量商量，这事怎么解决吧？那范叔，你说吧，我听你的。爸，你说吧。那要我说，你看就是咱们两家都有损失啊，彼此又都有责任，嗯。咱就自己修自己的，行不？行，是吧？你们家你就修了，好。我们家呢？啊，我二姑姥爷是大老板呐。那行，这样后勤呢这方面我们物业保证，好吧？行，免费的。好，好吧。范叔，那打扰了啊，庄子哥，哎，还是谢谢你。没事，赶快回去收拾收拾家具吧啊。好嘞。啊，哎呀，不行。我得赶快走，赶快走！为啥呀？我得挨家挨户查一查，看谁家还私自改装暖气片子了。这家崩了可不得了啊！别敲人家门了啊！我说，你赶紧把这管钱的给我拿出来。你帮我把厕所那暖气片卸了。你卸他干什么？那也是皇太后的啊！你也买皇太后的暖气片了？不是买的，他给我的。他干嘛给你啊？我不是介绍你在他们家买货了吗？啊！他给我个回扣。什么声音？太后驾崩了！哎呀！